我不给，凭什么呀？这里面还刻着我名字呢。先还我。不给。哎，我刚忙完，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你在哪儿？行，那我现在过来找你。 咱们是来接谁啊？几号站台？张姐，怎么不回我语音？接谁啊？ 先回答我问题。 不接人，是我走。多久？现在还估不准。多久？因为是创业，所以前两年可能会比较忙。陈麦冬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，我确实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。 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觉得？我需要你负什么责？你跟我说你不想再强撑了，我懂。我现在也根本不想跟你做什么知己啊、情人，所以我才订婚啊。你还记得我们订过婚？当然了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所以，有勇无谋，这就是你的婚姻观是吗？陈麦冬。 日子不是一天一天过的吗？我难道把后半辈子我做出个 PPT 出来吗？好啊。那我现在问你，接下来的一天一天你是怎么规划的？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去往上海的 G5185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各位旅客带好个人行李物品，抓紧时间上车。你走吧。 别捂了这，这次我就不送了。陈麦冬，我不是离开你，你就当我是出差，不行吗？张姐，就算你真的要离开，我也会尊重。从始至终，我从来没有阻碍过你的任何梦想。但你不能拿婚姻当儿戏，更不能先斩后奏，你听得懂吗？ 你冤枉我，我可能做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周全，但你就是冤枉我了。你走吧，回上海好好想清楚。我想得很清楚。那接着，就当没订过这个婚。我不给，凭什么呀？这里面还刻着我名字呢。先还我。 不给！不是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……你鼻子怎么那么爱流血呀？擦一下。 陈麦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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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绝对不会跟你分手的。
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去往上海的 G5185 列车，喂，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各位。我下午肯定到。个人行李物品。知道了，王西夏，别催了。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去往上海的 G5185列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请各位旅客带好个人行李物品，抓紧时间上车。庄姐，下午来的都是最重要的资方代表，相关信息我都已经同步到你的邮箱了。你也知道，其实我们只有这一次的阐述机会，所有人都要仰赖你了，加油。希望再也不要经历被家人丢弃的感觉。陈麦冬，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家人。